所以食物都已经做好了，你觉得我们是要等雅各还是现在开始吗？不可以啊，雅各应该会比较慢。明天雅各来的话，如果他雅各，看我就好不舒服，看笔记，不容易。不过你从逼着我看你的时候，你黄花也是在你背后的嘛，所以就太长了，太长了，我也没有做关系。我们今天讨论最不尴尬的话题就是政治，其实很尴尬。这是最尴尬的吗？对啊。政治。政治，政治是什么意思？政治。政治。Politics。政府。哦，政治。政治。你会关心政治吗？第一个问题。你可以再说一次吗？你会关心政治吗？你会去了解政治的事情吗？因为我没有很保守，也没有很自立主义。自由主义，对，对，我知道平常当我和其他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和他们的看法应该不一样，嗯，可能更重要是你觉得你和你家人的关系还是你和你朋友的关系是更重要的。亚哥，戏剧化，回来了，突然让大家很惊讶，总算回来了，我想你。干脆下课，没问题。可以往后，下面跟大家说。另外一个是和共和党。共和党。那民主党的意识形态是什么？怎么用中文解释？嗯。你讲出来的中文就会记住。谢谢。嗯，你继续说，把它说完。他们是比较不是保守，他们是对，很好。但是他们两个都在寻求，有更多的自由。嗯。不是那个 American Heritage 一个最大的问题，他们来说 ，like 最重要的。太艰难了。但是最终党的稳定，那个安卓现在也。也难得翻身，破坏或是资源匮乏，但是如果没有人注意到环保的事，那就太抱歉了。我觉得更多的是意识了，有这种保护。